大家好，我是小冯。视频当中这套货是给粉丝拿的。在越南拿货的话是有这么一个流程。首先越南人把这个货摆到大街上，然后等待中国老板的挑选。中国人如果看上越南人的货，就向越南老板支付一定的定金，然后写上物流的卡片。然后中国老板可以在货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越南老板把货打包完毕以后，就可以把货拉去中国人指定的特定物流，然后领取剩余的货款。这就是在越南买货的一个流程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有红木方面相关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，我都会一一为大家解答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粉丝挑选的这一套沙发吧。